一二三，三只龙虾，两只鱿鱼，六颗生蚝，十三只的泰国虾。哇！我们又来啦！你们很厉害耶，这个蛋糕怎么吃？当月你只要当月凭身份证生日是当月的话，他直接送你一个四寸的韩式拉花蛋糕。那今天我们是跟他报名的，是说他可以店内预约教我们怎么做蛋糕。那今天礼拜六大家无聊，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挤花蛋糕到底怎么做。吃锅还可以学做挤花蛋糕，你看这个一整个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肉啊，十倍大韩式部队锅。第一次，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哎呀，太奢侈了，真是太奢侈了。Clean the house or clear out some shelves. You said which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first. I said, well, I don't know about that. Cause it's my lazy day, just wanna lazy away. Ain't gonna do a thing for the rest of the day. You can try to seduce me, make me wanna play. Hello, 大家好，我是德瑞克，早安啊。今天的话在新竹独自住了一夜以后，隔一天外星人带着贤竹跟他女朋友来到了新竹，我们要来去吃一个火锅，然后搭配一个 DIY 手做的这个蛋糕的一个行程。牛炸早安。哎呀，好，那我们今天来到新竹的话是要吃一间，是它是现在点他们店里面的海鲜锅哦，他就会在当月，你只要当月凭身份证生日是当月的话，他直接送你一个四寸的韩式拉花蛋糕。那今天我们是跟他报名的，是说他可以店内预约教我们怎么做蛋糕。那今天礼拜六大家无聊，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挤花蛋糕到底怎么做，还有他这个活动到底内容物是什么，介绍给大家看哦。一二三，三只龙虾，两只鱿鱼，六颗生蚝，十三只的泰国虾，六个扇贝，然后还有底下还有鱼板。你想起的那一天被龙虾征服的恐惧了吗？哇，这个烟呐！哇，我们又来啦！超恐怖的。怎样？欸，我们这边是专业的团队，你懂不懂？因为拍火锅就是需要这种东西。我们还有专属的风扇。对对对对对，你没看过周星驰那个吗？水哥一出现，旁边就有那个风，有没有？耍酷。他刚才从锅里面拿很多，但是好像还是很多，拿不没有削嘞，里面还有啊。特别韩式韩国豆腐，它豆腐是放在那个一包里面的。你没有，要么就是，要不然就是以为是有，大部分人是以为说是鱼浆，它是不，而且它是嫩豆腐那一块的那一种。对，台湾十倍大韩式部队锅，你的那一盘，小心了，小心，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只是部分的泰国虾，哇，冒烟呐，超刀的。这里面有超多颗的，你今天吃到一定会变变丢啊，是吧？为什么有点吃个生蚝，为什么有点猥亵呢？来，我给大家来看一下里面的锅哈。他刚刚龙虾哈跟这个泰国虾都已经拿，泰国虾都先拉出来了，里面的话就是剩这些生蚝、大扇贝，然后还有鱼板、鱿鱼、透抽，还有一堆的这个火腿，然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料。这么豪迈的一整锅，所以直接就吃整只的套 Q 也是不意外的。很 Q 很新鲜，它的韩国鱼板真的是很大 K 的，你这样有雾对不对？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吹一下。好烫哦，韩国鱼板哦，又 Q 又有口感，而且我有那个鱼的那种臭臭味，好喝。对，有，这上次我们有喝过这一瓶，我记得。对，它就是有点类似水果酒的汽水，来来来，小孩子喝的。对啊，超肥的。虾膏好多。哇，龙虾已经帮我们切好了，来了。
咦，哇哦，好，这样子啊。我们今天点的这一锅是隐藏版的，好，隐藏版的锅好像是5888，那它其实基本上还有其他的是比较，就是你差不多5到6个人来吃的话，其实是可以点，它还有一个是3000多块的，其实就很够了。对，它这个的话是我觉得可以到8个人吃都可以哦。龟条诶，哇哦 ，OK。第一次，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呦 ，OK。哎呀，太奢侈了，真是太奢侈了。Hello，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一间，它不止火锅强烈，它现在有一个新的服务，就是吃锅还可以学做挤花蛋糕，韩式挤花蛋糕。我们等一下把影片拍给你看。你注意看，它这个很细，它是连花里面的那个绒毛都做出来了。对啊，花蕊都做出来，超强的。好像在做手术的眼神。哇，好样的，做得那么漂亮。这简直就是美术品。它这个是豆沙做的，好可爱哦。所以这个是在店里面也有在卖的，对。对啊。哎，吃火锅配这个真的是超级跳痛的。各位，这个是豆沙做的，这个是店内新推出的产品，可以直接买。然后我们这边是锅，这边是豆沙，这边是锅。又是豆沙，可是这么可爱，这样怎么吃得下去啊？我从后面咬咬他屁股好了。嗯，够帅。哦，它的口味是好吃的，它里面那个有点像是豆沙，可是它又有一种伯爵茶的香味，然后外面这一层是豆沙做的，好吃好吃。哇！超屌的，哎，你们很厉害哎！这个蛋糕怎么吃？我是第一次，是第一次来这种挤花韩式挤花的教学，很漂亮哎，舍不得吃，回家把它泡在福马林里面。然后这边的话，你做好以后，它有专用的盒子可以让你带回去。这个是现在生日，你只要凭身份证当月。只要点随便什么锅，不用点到我们这种超级大锅，点随便什么锅，你生日当月你拿身份证来就可以换一个这个我们刚刚学的这个韩式挤花的蛋糕，4寸的，哎，超划算的，免费送哦。哦，哎，它里面还有包那个是果酱，对不对？是啊。哇，富邦姐好棒哎。好。哦，它外层还有 cheese cake， 嗯，乳酪的。厉害。哇，好酷哎！好吃。好了，那今天这一家的部分，它相关的活动讯息我会放在影片底下，那大家可以直接去看。对，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喽，拜拜。